ねえ、早く帰ってきてね。崔雪召集了两名手下，这是要出发去找齐玉，想让他加入自己麾下，如果齐玉不听话，他们就要教训齐玉。齐玉的家中，杰诺斯穿着围裙在收拾家务，齐玉则在专心地玩着游戏。他们闲聊到齐玉的排名已经上升到了 B 级的第七位，齐玉说只是把见到的怪人打倒了而已。杰诺斯察觉到有高速接近反应，来的是音速的索尼克，他当然是过来再次挑战齐玉的。杰诺斯一听是经常骚扰自己老师的人，叫他赶紧消失，索尼克当然不会让步。吹雪他们三人很快找到了齐玉家，齐玉根本不认识眼前的这位美女，更没听说过什么地狱吹雪的名号。吹雪说的新人发展、派系这些话题，齐玉完全不懂，于是吹雪挑明，要么加入我旗下，要么让你无法活动。齐玉当然是拒绝了，他心目中的英雄怎么受得了什么上下级关系。看到齐玉拒绝，吹雪立马翻脸，命令手下教训齐玉。私がいないとダメ。